堡垒之夜有史以来最帅的神话道具终于上线了。没错，兄弟们，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在游戏中开蜘蛛侠背包来获得这个全新的神话道具蜘蛛侠手套，有了它你就可以像超凡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去游戏中寻找一下这个全新的神话道具，并且用它完成一把吃鸡挑战。 OK 兄弟们，那么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赛季 100% 会刷新蜘蛛侠手套的地方，然后我们直接飞到这个大桥的地方，这个大桥会 100% 刷新一个蜘蛛侠手套的。兄弟，你不会是想拿这个，想拿这个背包吧？哎，哦，在这里。哇，现在新赛季很多人都跳这个地方过来抢这个蜘蛛侠手套了，因为这个地方必定会刷新蜘蛛侠手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还能开出来小甲，可以，不错。这你都敢舔，你是当我不存在吗，兄弟？你是不是当我不存在？我不会当，我确实不会当这个东西。当起来，这个游戏有蜘蛛侠之夜。哎，可惜我没有那个蜘蛛侠的皮肤呀。我如果有那个皮肤就好了。因为。直接超凡蜘蛛侠好了，我其实我还挺会当的，好吧，我还是会那么一点的。我的好帅呀，我的是真的帅。我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呜呼，我在这个树上旋转，旋转跳跃。哇，他这个蛛丝也太坚硬了吧，这都不断。哇，我操，完了。哎，我其实就可以挂在这个树上啊，我摔死的。哦，并没有摔死。看它这个有限次数其实跟无限的差不多，反正你也用不完。哦，哇，还有一个兄弟，我操，又一个蜘蛛侠。走兄弟，咱们一起当。 Let's go。哇，这都可以抓上吗？哇，这兄弟也有点帅啊。What the fuck?哎，你干嘛？我要飞上去！我操，直接给我秒了 ！OK， 我们再来一把，我们还是飞到这个桥上去找一下这个手套。哦，
小鸡，哇，这个小鸡拿了羊驼啊，这小鸡。Oh my gosh！ 这个人也是有这个蜘蛛侠手套的，但是为什么我把他杀完之后，我是可以捡他的手套的，然后我自己的手套也有，他的手套消失了，这好像是个 bug 吧？有没有发现？这好像确实是一个 bug。进圈吧，我们 ，Let's go，Let's go，Let's go。哇，好帅呀、啊！我可太帅了，兄弟们，我也太帅了吧！我的天哪！呜呼！哇，这个蜘蛛侠手套跑毒真的是一绝啊！说实话，跑毒真的无敌，好吧？这个手套，它不管是逃跑还是进攻，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Let's go！ 呜呼！呜呼！他毒死了，兄弟们，他毒死了，可以的。Oh my gosh！ 哇，我们用这个蜘蛛侠手套完成了一项吃鸡挑战，兄弟们 ，Let's go！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点赞关注。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